开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拉起来以后，漂亮，漂亮。今天打法呢，削中带攻，而且呢，发球以后呢，会有一板抢攻，漂亮。在刚刚进行的第一场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中呢，是卡尔松3-1战胜了赛夫，很高呢。那么抓住机会呢，马上反攻。那又是一个回球质量不好球，只能削不进攻，那是不行，没有出路。那么在手中带攻，这样的话对手呢有时候就对一攻呢，这样的话呢克林卡呢还是有优势。把球。漂亮，追身的话，那么他很难发力。好球，诺瓦鲁瓦的国际乒乓球冠军邀请赛呢，主要是看一些这个，那么他发力呢就不一定能够发上。在台内他的弹击呢，反手的这个弹打非常有力，漂亮。格林卡发球，还是压对方的反手，寻找机会，漂亮，漂亮，领先。格林卡在拉球的时候，最后一下的手腕抖的这个发力非常重，看似球呢不重，但是呢球落台以后呢有一个拐。正说想这个打回头呢，没有打成。哦，进攻的这个球员呢，反而不是很有耐心的话呢，那就很难这个对付，反而是自己的失误，正常有机会，但是打的没打着。又是计时，现在格林卡发球。把握机会，拿下这一局。这局朱世赫发球，发球，今天错，好球，漂亮。3局1-1，漂亮，会运用的更好，自己的整个削球技术、战术运用会多变。加转。还是反手，正手进攻，3-2，哎，这个球，朱世赫非常耐心，对，这就对了，3-5，格林卡发球，漂亮，这个球，削的质量非常高，反击没有打。哎呀，哎，转与不转结合，使对手呢摸不清。好球，那这个就是我们。好球。这次打成了，9-8。好球，那好球，4分，在第4局，
好球，漂亮，又过去了，哎呀，朱世赫发球，0-2落后，拉起来，加力，好球，还非常大，又救回来，哎，再削。漂亮，真对于格林卡是非常有利的，6-0，反击，这球朱世赫得了一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打死，已经出现三次，自己抢攻，又落后。第二板没有能打，如果是能够增加对手的失误的话呢，那么这球就好打。哎，好球。嘿嘿，赛点应该是11-7。